目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我的视频，我是王姆森。本期视频呢，继续带来玩 Toys 的新品，就是这款 BB24 号乌龟，也可以叫它废胶。开始呢，我是知道，玩 Toys 呢，它会推出这个深潜者啊，就是这一套玩具。这套玩具呢，它是跟前面推出的破土者小队呢，是同一个风格的机甲类型的玩具。因为呢，它的名字叫深潜者嘛。开始我看到这个乌龟的时候呢，我以为它的名字才叫深潜者，因为这款玩具的造型呢，明显是一个海龟的造型，而且呢，你感觉它如果叫深潜者的话呢，听起来就是说，就海中啊一个潜艇一样的乌龟的感觉，就觉得很厉害。没想到它叫废胶，所以说呢，当时是笑了很久的。说到这款乌龟的话呢，肯定是要跟前面的这 BB23 号这个暗潮呢是要做到一个对比的，因为我在看图的时候呢，发现呢乌龟的身体的零件呢跟暗潮有点像，所以说我就自然而然的以为呢乌龟就是用暗潮直接重涂的。我就想啊，这个22号重涂了，23号又是一个模具，然后24号呢居然还是用的这个模具，是不是有点坑呢？但是呢，其实仔细把玩之后发现呢，这两款玩具呢，它不仅设计师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完全身上的零件呢，基本上是完全是没有相干的。只能说呢，他们是同时可以在海里进行到打斗，但是呢，他们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在拆出包装盒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一次所附带的内容物啊，首先呢，就是说 Beast Box 系列呢，一个特色就是个人物卡。人物卡的这一面呢，可以看到在智力和防御这一块呢，这个废胶呢，它其实都是达到了一个顶点，所以说它这个下面呢是有它的一个人物介绍。和深海里那只叫利维坦的家伙一样，废胶也有自己的承载。对他来说，在大海中游走既是守护也是探索，探索无尽的可能，守护美好的幻想。一看呢，这个就是一个好人啊，因为乌龟谁会把他想成一个坏人呢？既然你提到了利维坦呢，我们就拿出利维坦跟他做到一个对比吧。在大小方面可以看到呢，这一次的海龟废胶呢，它其实真的大了很大一圈，而且整个的玩具复杂零件复杂程度呢，零件数量呢也是多了很多的。当然呢，我们的利维坦呢，它里面呢是有一些很小的这样一个小玩具，也是挺好玩的。有机会的话再给大家做到介绍吧。废胶的话呢，它是由Metal Command 这位设计师所设计的。首先在头部方面，眼睛呢是用到了透明件，而且呢在眼睛的里面呢是有这种明显的刻线细节，看起来还可以。然后旁边身体这些整个的这个头部啊是用到了大量的这种分件，但是呢在嘴巴我们把它掰出来的时候呢，可以发现嘴唇上方呢是有一些红色。我所猜测的是呢，它的这个下颚的部分呢本身是连接到里面的，是有一个零件，但是如果说强行把它取出来的话，里面的零件呢它就断在里面了。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可能是因为上漆件的原因吧，上的太干，就说漆面上好以后呢没有等它干，所以说导致了里面的零件呢是产生了一些问题。然后头部左右动呢是可以动的，在这里呢可以明显的看到海洋标志的 logo。 这个 logo 的话呢，之前我在视频里面也有介绍过，它相当于就是一个海产品嘛。整个的这个手臂的部分呢，其实是有多段拉出的关节的，我们只需要把这一块向前之后呢再向这边拉，这一点呢是很还原到了现实生活中海龟的那个样子。因为海龟的这个前肢啊应该是非常长而且非常有力量的，才能方便于呢它在水中呢把握方向然后向前游走。然后呢，我们在它的这个前肢的这一片呢，也可以看到前肢的分色呢同样是分得比较漂亮的。这些我们所有摸到前肢上的零件呢基本上都是上漆件，它这里呢是有一个刻字叫 Ancient Mariner。这个我理解的话就是远古海洋生物的意思吧，反正呢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海中很神秘的一个动物。然后在背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线条呢，它其实是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导弹的，前方尖然后后边比较宽，跟真实的海龟呢，还真实的海龟呢是整个一片呢是连得很过来。而这一次的话，因为它是变到了这种半机械化嘛，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说形态上的刻画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翻到下半部分的话，这一边看起来是稍微有点空的，它这一片呢是完全的一个很大的变形结构。接下来的话，看到它的腿部后掌的部分呢的细节呢，其实也是比较可以，就是它没有胡乱添加很多那种很夸张的线条，但是呢，它这种细节呢还是有。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比起现在，就是孩之宝它现在就是说过于强调细节的刻画，我觉得刻线的话，差不多就是这个乌龟的这一块的这个刻线程度呢，我就比较喜欢了，再多的话就很难受了。至于背后这一片，它这里是有一个像小翅膀的东西，它是可以整个的这种展开的。当然我没有在说明书找到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展开之后有什么用的这个具体的说法，而且呢它后面的这一块的话呢，它是有这样一个可以旋转的机关。这个旋转的机关的话，大家就自行掌握吧，看一个收纳的需求。
这一块呢旋转过来收纳的会好一点，然后呢它这个背整个这个壳呢也是可以一直被翻起来的，这一块啊直接把这个翻出来之后呢，这个炮就可以看到了，里面呢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翻出的机构，把这个翻出的机构顶上来呢，它这个炮呢甚至可以架在这里，然后呢它这个左右旋转呢也是可以的，那大概呢人形态的细节都到这样，并且呢这一片呢还是可以额外打开，里面呢是可以看到有点像那种座舱的细节，这里呢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门，我们从这个门呢就可以推测出啊它的这个比例的话呢，我们再拿这个星星来看一下吧，星星呢大概是这样一个大小，所以说呢我给我的感觉的话呢，这一款的话它的这个比例追求呢基本上是可以说是跟利维坦达到的是在一个比例上，但是呢如果说利维坦它都有这么大的话呢应该不是，我想了想应该不是，因为利维坦的这个座位的话它是正好可以坐这个星星进去的，而这个门的高度呢又正好跟星星的高度呢是比较适配，这个星星总不能跟正常人差不多大吧，所以说这样算下来的话利维坦应该还是会比它大很多的，大家自行去思考吧，具体大小的问题应该也不是太大，只能说到这个东西表明了它的这个细节刻画真的还挺棒的。下面呢是大小比例对比的环节，首先呢就拿龙龟这个跟这个暗潮相比吧，大家看到这里呢真的可以明显的发现呢龙这个乌龟的话跟暗潮呢是完全不同的，你基本上是找不出来身上有任何类似的地方，甚至连差不多大小的零件呢都看不到，然后跟前面推出的这个鸟呢和老虎相比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只能说呢这个系列的每只动物呢它其实都是各有千秋的，但是呢就是说在比例上面的话呢我目前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合理的规律来看到底谁是真正的比例标尺。接下来就是跟这个变形金刚的航行加急的这个雷龙淤泥做到对比，可以看到其实淤泥真的还不小了，但是呢跟他站在一起的话他也没有说小到很多，但是其实这个比例是很有差距的。接下来呢就是跟这个索斯兽相比，索斯兽的话这个是就是那个虫嘛，飞虫，这个飞虫的话呢跟它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风格上来说还可以，但是呢这个细节确实要多很多，当然它价格也会贵很多的。好，还有一点呢最后就跟这个变形金刚里面的目标战士荣格相比吧，因为这个荣格我总不可能单独拍一期视频吧，这一期呢顺便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目标战士的荣格，差不多它身上腿是不能动的，然后呢手是可以动，身上的这个细节还可以，跟它站在一起的话呢我觉得呢还是有一定的意思的。这款暗礁的变形，首先呢变形的第一步的话呢我的建议是把头部呢这样直接向后旋转，然后拉下来放到这个位置，头部的部分呢就可以不管了，然后把翅膀的位置呢记得全部提前，然后把这一块呢它这里是有一个双关节呢向上腾出空间之后呢，它的这里面呢是有卡扣的，把这个卡扣呢这样掰出来就可以了，掰到这个位置之后呢整个这一块呀它就进行这样一个回旋，翻到这一面来看的话这里的卡扣呢就会跟这个卡扣呢就会卡进去，稍微是用一点力扣好之后的话背面呢它就形成这样一个倒 V 的形状，这个形状之后呢捏住它的这一块呀就是绿色的这一块零件呢是整个要向后这样翻折的，翻折的时候呢前面这一块不要被影响到，我们怎么来看哈，就是说这一块就是说有这个圆形的这一块呢是要朝外面的，然后把这一块呢放过来，然后呢它这个竖的一面呢要朝里面，反正就是视频里面变到的这个形状，这里呢也是这个形状，大家跟着来调整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一款身上没有什么很细小的零件，所以说变形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相对来说吧可以进行到一些暴力把玩的，所以说就不需要太在意这种步骤是否有干涉，就没有那么多注意的。这里变好之后呢将整个的这个手呢收好，收好过后把这个手呢打过来，可以看到123正好下方123，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结合，上方也是这样。它这个变形的话呢让我觉得就是它的手感还有变形整个的结构的话呢让我就是这种比较舒服的体验呢让我想到了那个鸟，就是前面的那个音波那个鸟，所以说我对它的这个评价还挺好的。接下来就是这个最后这一块，在这一块合上之前呢我们看到刚刚的这个零件的细节呢记住给它翻到外面来，它这里的最后的这个卡扣呢是在这里是有一个卡扣扣在灰色的零件上面扣住，它就从内部进行了密合，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它是从根部这样卡住密合，
好，整个变好之后呢，它的这个 box 形态呢就完成了。好了，在盒子状态下的话呢，自然是一个长宽高都是5厘米的盒子了。远看的话呢，你觉得好像是有点扁平，但是我实际操作装进去之后呢，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呢，这一片在盒子状态下呢，你同样可以把它恢复到武器模式，我觉得还行。而且从各个方面来看的话呢，特别是这个面呢，它有个红色这样露出来啊，反而看得很好看。装进去，你看这个装进去的话大小是正好的，所以说我的变形呢刚才是到位了的。稍微比较一下吧，跟利维坦呢还有前面的这个随便抓几款产品吧，跟它做到大小的对比。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总结一下这款废胶的话呢，它在这个动物形态下表现呢确实是让人比较惊艳，整个的个头呢也很大，而且身上的零件呢全部都是那种大开大合的，变形呢也比较简单，没有任何那种就是说让人觉得很松啊，或者说是很尖锐，甚至说是很容易掉的地方，基本上通通都没有。这一款呢就是说它可以说是比较中规中矩吧，就跟这个乌龟呢它的一个性格是一样的，它有可能呢是最强大的，但是它永远不是最高调的。还是很推荐这个乌龟啊，大家因为近期520是推出了很多的产品，建议大家呢是不要因为其他两款，比如说那个中国龙，或者说这个前行号、深潜号、深潜者，来忽略了这款乌龟。这个乌龟呢是 Beast Box 系列呢是比较值得入手的一款，也可以作为呢你第一次入手玩 Toys 的玩具呢，这一款绝对是会让你印象很好的。好，本期视频呢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